网友们看一下好吃的水晶皮豆，看，特别的口弹，啊，清澈透底，配比准确，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尊敬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猪皮冻的制作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天天学做菜，健康自然来。啊，新年即将来临，咱们家家都熬点猪皮豆。咱们平时吃肉剔下来的肉皮，来咱们清理一下，把肉皮铺在菜墩上，用喷火枪燎去毛茬。如果家里没准备喷火枪，靠刮胡刀刮一下也可以啊，有效的去腥，去掉异味，不用燎的过于狠。勺中放入凉水，放入切好的大葱大姜，放入清理好的肉皮，放入白酒，有效的去掉腥味和异味。把火点着，烧开以后把浮沫打净，啊，开个5、6分钟就可以，不要时间太长，感觉肉皮有点发软了就可以，防止胶质流失啊，控净水分，放入凉水盆中抽凉，肉皮稍稍凉一凉，用刀将里边的油片下来，油一定要剔净啊，哎。剃好以后，再靠刀这么刮一下，再把这边好，将每片肉皮依次类推，再把刮好油的肉皮切成粗丝，切成末也可以啊，慢点切，肉皮不好切。切好以后放入盆中，上秤腰一下啊，咱这是770克净的肉皮，放入一勺食盐，大约12、3克，少放入一点点水啊，不要太多，用手这么搓，搓个2、3分钟啊，搓掉肉皮顶上的油脂，吃着不腻，皮冻发青。多搓一会儿啊，搓好以后放入温水，把盐味洗掉啊，勤换水啊，换个3、4遍水，看洗到这个程度，水发青为最佳。放入开水熟得快啊，咱们今天的比例是1斤净油皮比2.5，也就是1斤油皮2斤半的水。啊，商业版的呢是1:4，1斤的肉皮，4斤的水，因为商业版的特别嫩，出品率特别高。啊，咱们或者正常约再吃，说说稍稍嫩一点，是不1:3也可以，尽量不要放1:2，1:2就特老了啊，吃的过于抠弹了，发硬了。放入点姜，要放葱呢就少放一点点，尽量不要放葱，放葱呢蒸时间长了一股混血味儿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放。放入点食盐啊，底味啊，因为蘸着吃的，大约12克盐。好，放入蒸锅中啊，咱们是做的水晶皮冻，蒸制啊，皮冻出来特别的清。如果咱们说不喜欢清的，我要想我时间还要快缩短，那就高勺熬制，最后剩到水分1:2.5啊。或者家里要有暖瓶呢，高勺熬个15分钟，倒暖瓶里头，搁暖瓶里头放一宿，第二天咱要倒出来。在咱们现在一般家庭都没有暖瓶了啊，叫高压锅压呢，25分钟到30分钟，啊，把火打着，开锅涮，蒸至1个半小时，扣上盖，时间已到，把火关掉，开开盖。啊，用筷子挑一下肉皮，把肉皮一定要蒸到位啊，蒸出它的胶质。看，一蒸肉皮已经全耷拉了，证明胶质都出来了。好，咱们拿出把姜剪出来，过滤一下啊。咱们给大家做个清冻，有愿意吃肉皮的，有不愿意吃肉皮的，装在碗中。好，再给大家做个馄饨啊，这个是。连肉皮带水，放在碗中就可以。好，这就是馄饨，
再给大家做一个五香皮冻，也有叫酱油的皮冻的，也有叫琥珀皮冻的，这个就属于青魂豆。再给大家做一个五香皮冻，也有叫酱油皮冻的，还有叫琥珀皮冻的。把蒸好的皮冻倒在勺中，打理一个鸡蛋清，一个全蛋啊，先轮鸡蛋清，再轮入蛋黄，增加营养也是增加颜色啊。放入几个西兰花或者菠菜、油菜都行，调色。放入生抽提鲜，放入老抽调色，红粗的，翻拌均匀，放入点十三香，喜欢五香粉味的可以放五香粉，花椒面都可以啊。好，把火关掉，装在碗中，封上保鲜膜，防止进灰尘。不着忙吃的话自然晾凉就可以，冬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如果着急吃的话，就搁冰箱镇一下，通过冷却，胶质就凝固了。网友们看一下，咱这三色皮冻冷却了三四个小时，把保鲜膜摘掉，看看，特别的抠弹。好，看这两个效果。来，咱们拿出，边上用刀划一下看一拿就出来。来，网友们给大家改下刀啊。特别的抠弹啊，这个配比看，切成3至4毫米的片包覆均匀。切好以后，来给大家摆个盘儿。一片压一片看多透明。清澈透底，都非常的抠弹，怎么拽不带折的记住这个配比，相当的准确，出率还高，剩下的皮冻放冰箱恒温保存，不要冻一冻就还得重化。摆好，摆好以后，点上撒点小鲜抽，好吃的三色水晶冻完成。好，网友们，来，我替大家品尝一下，看看咱这皮冻，记住过程和配比，咱这配比相当的准确你像这个要是切个圆能当皮球拍非常的有弹性。咱这是770克的净油皮出了这么多能出6-7盘子如果商业版的配比还是1:4低呢不能低于2.5来，我品尝一口，我愿意吃这馄饨加工过程记住一定要洗净，一定要蒸到位看看，来蘸点蒜泥，入口啊光滑凉爽抠弹，非常的好吃。感谢网友们的大力支持，有什么要求请你留言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